OK，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 Darky， 咁今日我哋就嚟我哋嘅100订阅啊，唉，恭喜晒，恭喜晒，恭喜我自己，啊，求其啦，咁我哋咁今次主要讲一讲就系我人设嘅设定啦。咁基本上我人设咧，其实咧我基本上我自己就好清晰啦，但我相信一堆观众都唔知道我人设搞乜嘢嘅。基本上系纯粹就因为我中意蓝色，所以佢成个人设都系蓝色。之后咧，我相信咧啲人话我人设嘅时候，都唔知画咗啲乜嘢，之后成堆蓝色咁样唔得噶嘛。咁我唯一真系有真系彻底咁呈现过自己嘅人设就系、是、有一次的公告，即、就是一日相片暂停那次，还有 YouTuber 那个咩 YouTuber 不降了那首歌画过的背影，就是出过少少，所以今次要讲一讲啦，同埋讲一讲我人设的由来，咁我先可以拖到成五至六分钟啊嘛，系咪先？咁好啦，我哋开始啦。咁基本上我的人设就是根据翻一个即系大家应该有玩 Minecraft 啦，冇玩就算啦。咁基本上我个人设就系根据 Minecraft， 即系 Minecraft 有出一个点讲好咧，即系有啲人同人嘅作品就出咗个 Mob Group 系列啦，即系将嗰啲怪物全部以人化啦。咁之后我就拣咗其中入边嘅 Skeleton Group 做我个人设。咁点解要拣佢咧？纯粹就系因为嗰阵时候我玩 Minecraft PE 啊嘛，咁基本上嗰阵时候 Minecraft PE 我又搵唔到 Enter Girl 嘅 skin 啦，就系搵到，即系得嗰几个，之后 Zombie 我一定唔要啦，之后 Slime 我唔会要啦，之后 Creeper 又俾我妹抢咗，系我有细妹嘅，诶唔好讲啦，混吉嘅，就系咁样，我就莫名其妙咁样拣咗 Skeleton Girl。我都是揀了这个 skin 之后才慢慢做这个角色去融入这个角色而已，求其啊，反正没人想知道的，基本上就是一个由来，普通的由来。那它的设定是怎样的呢？就是戴着一顶白色的方形帽，之后上面画着 skeleton 的样子，之后就再头发就偏向紫蓝色的，对眼就蓝色啦，即系你遇大概蓝色、紫色介乎喺嗰个中间啦。咁之后肤色就系唔使讲啦，正常好唔好？我唔会评论咩黑色啊、啡色啊嗰啲嘢，唔考。之后衫就T 恤，即系 T 恤系类似咁样嘅设计。之后再戴帽子、手套，白色嘅。唔知系冇指手都得噶啦，咁样都得嘅，冇问题。咁之后出嚟嘅就系、是，我人设冇所谓嘅，咁我 skin 佢本来系短裤啦，但我将佢改咗做裙，做短裙，咁我冇所谓嘅，你中意画裤或者短裙都得啦，冇所谓，真系冇所谓。之后再跟住嘅就系鞋我系着 boots 嘅。就是穿靴咯，类似靴或者白色的，总之基本上我整个人设都是白色，所以我才可以系咁样有啲蓝色的东西上去。啊，还有一个位置就是我后面咧会戴做 brief， 即是那些战斗嗰啲咁嘅。因为基本上我是 skeleton girl， 我多数我的人设都会有阿公啊，即系嗰啲啊，就是咁咯。人设的设定就讲咁多先，同埋我而家要讲，再讲一讲嘅就系我频道嘅未来动向。系啊，冇错，基本上我谂我频道基本上差唔多，即系呢一条可以话算系我嘅新开始嘅频道。佢至少搞咗差唔多一年啦，再过多一个月之后就一周年啦。咁点解个动向？点解个订阅数咁少咧？我一直都有分析过，一直都有谂过。一直都觉得订阅数咁少嘅，点解？我觉得某程度上，因为我系咁拍打机片啦。第二样嘢就系我出嗰啲手书又唔系太优质啦，即系唯一最多人睇嘅就系自言自语嗰条。问题主要唔系我唱嘅，我系攞翻迪龙嘅翻唱版本。之后就系咁啦。
咁我有諗過未來頻道可能都會接咗多啲開箱系列嘅影片啦，因為開箱我發覺都幾多人睇嘅。我嗰次開箱口罩咧，即係喺我大概仲係唔知係十啊、二十啊、三十嘅時候咧，佢嗰條片竟然可以去到30 views。其實依一樣嘢係我反而覺得係可能開箱片導致咁樣。之後夾公仔片都會盡量啦，盡量拍我俾人詐騙啊，唔係我俾即係我夾公仔成功嘅片段啦。咁夾公仔我一直都有一堆拖住嘅片，一直都未剪，一直都未搞。我甚至我連動漫節都拍咗片，但係問題就係我冇咁嘅時間去剪。咁大家明啦，真係我就埋台啊，好唔好？未来同向多数都是实验向的影片啦，咁实验向的影片点解我会咁样做咧？咁其实因为我发觉实验向的影片特别喺台湾或者香港，其实都有好多人会去睇，会好奇嗰样嘢点样。咁实验向嘅频道，举个例子，砖算唔算？之后胡子算唔算？胡子都算，唔系胡子本嬲就系砖做嗰样。之后专就有做嗰啲，即系有做个实测啊，之后嗰啲，咁我都可以希望好似类似咁样咯。因为我一直都徘徊100，即系我都系啱啱先到100，我希望可以增加得快啲，希望第二年同我至少冲个10,000订阅啦，好唔好啊？虽然我知道呢个根本就系奢望都冇，哇好啊，我哋咁样就拖咗成6分半鐘。OK， 喂，唔讲笑。总言之，大家有啲咩意见都可以话俾我听，即系有啲咩影片嘅意见啊，即系啲，即系觉得我应该拍啲咩片啊，或者系咪应该拍多啲画画嘅片啊，或者系咪应该拍多啲手作嘅片啊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话俾我听。咁好啦，我系 Darky， 记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我哋下一次嘅碟。当啊系啦，我讲过先。当订阅人数再到翻，即系又系下一个，即系再新增多一个个位数嘅话咧，咁基本上我就会再拍一个类似咁样嘅分享。分享系啦。咁总言之，同你讲未到10,000订阅，我都唔会搞 Q&A， 因为我觉得咁我会收集唔到问题，我唔会好似啲真系新起个 YouTuber 咧，即系咧10订阅就做个 Q&A。20订阅就做个 Q&A， 我系唔会咁肤浅，好冇？咁好啦，我 OK， 我再做多次 ending 先。我系 Darky， 记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我哋下一个1000，我哋下一次嘅1000订阅再见啦，拜拜。